看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骆驼。骆驼跟鸵鸟。为什么会弄我们呢？为什么它阿许是那个会弄我们呢？啄啄啄不会啄啊！你看，这是那个 ostrich。为什么它要啄啄啄啄啄？你看 ，ostrich， 有没有 ostrich？ 跟骆驼 camel 有没有？我们等下去那边看斑马，对不对？斑马在我们哪里？在我们左边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你看那个，哎呦，这个骆驼怎么都没有毛了？嗯，没有。这骆驼的毛怎么都没了？为什么啊？啊？为什么它没了？不知道那些骆驼都没有毛了。可能太热了，它把毛剃掉了。哎呦，前面有只斑马。你看这斑马，我看到，哎呦，这边有斑马，你看这里。可是它有剩的。哇，你看这个大嘴鸟，嘴巴很大的鸟。哎，老公不要。有，可是有一些它没有把那个它的毛弄掉。不是弄的老棒哦。啊，就是有一些它没有把它的毛弄掉，有一些。没有，你坐好。你看斑马，有没有看到斑马？有看到斑马了吗？哇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，哎呦，还有这个大嘴鸟，哦，他们在飞，哦，斑马在吃草，对不对？Ostrich。哇，你看前面那边有长颈鹿，哎，好多只长颈鹿，我们当然可以喂长颈鹿吃东西哦。对啊。哦，还有犀牛，有没有看到犀牛？犀牛有没有胖犀牛？有没有看到胖胖的犀牛在哪里？哇塞，好多鸟在飞耶！好多鸟在游泳耶！